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美国加州的方塔纳的图书馆，现在是早上的9:33，这个工作人员已经上班了，穿这个绿色衣服的是工作人员，是老莫，正在打扫卫生，在这边把卫生打扫一下，然后这边都是车辆停在这里，是准备去图书馆了，等到10点时候开放。它是星期五是10点到6点，星期六星期天也开放，但是开放时间相应要缩短一点。它的星期四是开到21点，所以时间是确实是为这种群众服务的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书馆，这个钟到整点的时候会响，会敲，钟就直接敲响了。Steelworks Edu Rhythm， 上面还有这种喝咖啡的，有一个咖啡吧，等于是大家如果累的话，喝喝咖啡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边就是美丽的景色了，这上面是它的飞机还是挺好，小飞机。这边是个喷泉，前面有一个喷泉，然后这边是等于是那个住宅还是办公区啊，就是有那种警察，好像警察在这边，说是 police 的专用区。这是谁开始放这个南瓜，修理南瓜，给的南瓜在一起啊，当当当，Happy Halloween 准备快到了，所以他这边有这个，在这里面，在这个公园里面旅行还是不错，走徒步还是不错的，徒步、自行车、滑板，在这边是有很多人玩的，特别是下午的时候，现在是上学的时间，整体，这些车都在等待着，准备去图书馆呢，看书呢。看书会比较，这有路灯，看这个艳阳高照啊，那个寒冷的地方就是菊花开了，我们这边这个玫瑰花还开了，月季，玫瑰一月一季，盘子开的正艳。因为这是属于，加州是靠近洛杉矶、圣地亚哥，靠近这个墨西哥，所以这蜜蜂还是很忙的。蜜蜂在采花蜜，辛勤的蜜蜂啊，飞走了。我打扰他了，对不起 I'm so sorry。 这是有不同的玫瑰，蜜蜂，又看到蜜蜂了，采红花的，开始你的工作吧，辛勤的小蜜蜂。美国的卡车司机也是像这小蜜蜂一样，小工蜂啊，辛勤的工作。看着景色还是不错的，然后我们走这边看一看，看一看这个，这上面这个是加州的旗帜，有点破了，美国的旗，还有一个黑色的上面一个头像的旗。然后这是要说的是一些纪念吧 ，honor。
memory in honor， 这是个纪念墙。Fontana， 越南 means memory， 这是在越战中这纪念修了一堵墙。越战，这是在中东啊。这个是两伊啊，伊拉克这个地中海，这个是阿拉伯海，在这个位。这是一个战争的纪念墙，海湾战争吧 ，Gulf War。这是海湾战争的纪念墙，然后看看美国的在 Grenada、Lebanon， 这是北美，这是美国、加拿大、阿拉斯加，下面南美，这是非洲，这边是英格兰。爱尔兰，北爱尔兰，这是法国，这边德国，波兰，到这边，这边俄罗斯，这是中国，这是中东，有这种纪念墙。阿帕奇，阿帕奇坠落，越南。阿帕奇的坠落，这是朝鲜，这是日本，这是日本，这是朝鲜，这是韩国，这是中国，这是俄罗斯。这边还是有洗手间的啊，有这种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诺曼底登陆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参战。这边是 Miller Park， 这是叫米勒帕克 ，Parker。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。谢谢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